为新主任，应该定在此地，以示你的顺利。你不但无救下你的性命，求大里面台责任。苏兄，这叫做大家不清，现在了你犯了三条罪。哪里三条大罪？第一，无了酒精，无够注明了所得合法。再来第二条，第二，父母之人无精神修炼，所得合法，但情罪案。再来第三条，第三，假释大面条，无把我降为罪名。罪罪不能小，我来怪机你犯了三条大罪，但是以我这一尊者可能条条有理。谁要安怎讲？三条大罪条条有理了哈？说起来，两日就在过身躯边，苦心修炼，以后用我水道，用亲身下昏你去。不但如此，怪心思也是告诉家己，我的想法告诉也家己，告诉该怪谁丢我心。好，再来，怪刘丽下昏你去，伊讲咱伊单去真爱，人带动昏你带动个，有何不可？那第三嘞？再来第三条，怪刘丽。谁家是无母，爸爸不给接受。但是生起来一家是被谁性命，也是韩哥的恶毒头啊！韩哥的被谁的女，在你眼中，这是韩哥的恶毒头啊！不错，只不过是韩哥的恶毒头。现在你手段太过于残忍，你唔通做多。这时之后，我要往高床顶去，来去大姐。苏兄啊，人讲有你是叫骗天啊，无你是出波难平。别告诉你头前讲道理，俺这得赢你三分，赢过三分，嘿，这点啊，这点啊，对哦，你腰条碎力有力，过金山第一层楼。现在你手段这么残忍，打着小怪刘丽，有我有必告，安尼真简单。你是这么狠，我怕是了你的性命，给你